要机智问答了，你们是什么学校的？学校幼儿园。再一次。幼儿园。什么班？第二 B。第二 B 啊。再一次啊、哦，再一次。来，你们是什么学校？好，都很乖哦。等一下回去，老师再看谁最乖。在车上没有闹的话，他就会送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今天来这边看什么动物？狗。OK， 好，今天就这边就结束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好，拜拜。